那这台免耗材清净机啊，它一个最大的特点，那它就是像没有像一般清净机它需要耗材，它是可以直接水洗的，而且我们这是磁吸式的一个上盖。店长正大力推荐热卖商品，包含防疫期间维护好家中空品的空气清净机，亦或是原价近70000，现在只要40000元有找的电视等。屏东太平洋百货在潮州一站商场首次媒合吉雅舍，在屏南地区办理家电特卖，提供洗衣机、无线吸尘器等热卖商品供乡亲选择。那这次呢，是我们目前卖的最好的无线吸尘器。那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，它除了马达是四位变频马达，而且保固高达10年。那还有我们可以可换式的无的电池，大家可以直接轻易的做安装。适逢感恩月，为了让妈妈们把家中家电太旧换新，特别举办特卖活动。多款商品除了有限定特惠价，更下杀到4折起。我们在4月23号到5月10号，我们在潮州驿站呢，那我们有举办我们的家电特卖会。那我们家电特卖会除了有电视啊、冰箱、洗衣机，那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家电，那我们最低优惠呢，有最低4折起。配合母亲节档期活动，除了有超值优惠价格，现在驿站独家满6000送300的优惠。另外，妈妈们最喜爱的锅具易厨宝也配合活动挤出优惠。这次为了配合母亲节呢，我们特别推出了2档的这个促销特卖活动哦。有一档呢是我们的吉雅舍的家电福利品出清，那全面4折起哦，里面有所有的大小家电都有，而且都非常的丰富。我们欢迎消费者呢利用这一波呢要赶快来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有搭配母亲节呢，特别推出了易厨宝的厨具的锅具的这个福利品出清哦，那价格也非常的优惠，大部分都是在1000元以下，而且也搭配了竹田最有名的豆油粕来这边一起做促销。另外，豆油粕也进驻特卖会场做搭配贩售，而众多热卖商品皆卖完为止。欢迎乡亲们把握难得机会，踊跃前往选购抢便宜。屏东新闻，不一听张志豪采访报道。